马蹄平的马泽平是阮社区自贡妈妈做的，哎呀，而且环保作品嘛是拢自贡妈妈做的。这个班是妈妈的，对呀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是博物馆，这是这是用什么做？这是用秘鲁罐啊，干秘鲁罐啊，就会当做遮水。哎，对，我爱手艺真好啊。你老师哟，我是老师，这是公妈妈做的，是啊，这嘛是啊，这都是他们的巧思啊，他们的巧手所做的，哎呀，这个都是。这是用什么做？那遮遮水？那是菜龟婆啊，那是菜龟婆，菜龟婆，咱遮遮水。哎呀，对对，这是谢谢。微笑之路，这是咱那个别用的那个农产品。长青菜脯啦，虾龙虾骨改进，对，这是新的虾骨改进。对，是铁围香菜，这龙正是咱那个远古厝头前我那个菜脯的啊。以前我们一个长青菜脯啦，嘿，拢是互人认养，自贡妈妈认养来进的。哦，有那个菜脯，哦，自贡妈妈认养去的进。啊，他产出来的是几个亿了啦？阮关怀据点在用在吃，在给老人用餐。老人啊，关怀据点在用的吼。对对对。谢谢你这详细介绍哈。